我妈想约你吃个饭。第一次见家长。别紧张，一切都会站好。那我迟到到什么时候？苏小姐，我喜欢你。对紫红的告白，女主角叶星辰会不会动摇？三立偶像剧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》剧情进入倒数最高潮，因为先前男女主角大吵一架，也让粉丝看得好揪心。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，以前不会，现在不会，未来也不会，这样你懂了吗？甩开男主角的手，头也不回离去。叶星辰因为不满张力扬卖掉公司，和他大吵一架，两人关系也进入冰点。相较于张力扬的冷酷，紫红一直扮演默默陪在叶星辰旁边的暖男角色，甚至自掏腰包买衣服，只为帮叶星辰冲业绩。我帮你忙呢，并不是为了要让你感到内疚，所以出了这个房间之后，就忘掉这件事情 ，OK？苏小晴，我并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面临两人进攻，叶星辰成为感情三明治，也让观众对剧情走向十分好奇。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》宣布在8月11号台北举行粉丝见面会，台北见面会即将在8月11号登场了。快点来跟我们一起零距离面对面的亲密互动！喜欢《三明治女孩逆袭》的观众朋友，千万别错过喽！